所以安哥，你看你有这样多宗教，你讲每一个宗教有他自己的传教的那个宗师。对。所以对你来讲，你相信的那个神呢是什么神？其实我相信的呢，有一个主宰者。不过这个主宰者，他不是某一种族，或者某一宗教拥有的。是。他是全宇宙。对 ，OK， 这个是我们讲创造万物的那一位，啊、你讲那一位啦，全部东西，我们不管什么华人啊、马来人、印度人，我们全部，我们讲真主嘛，就是真正的那个统治我们的。对对对。真主圣啊。对，对你讲那些全部名字哦，你看至高、全能，对对对，最公正的那一个。对对对。嗯，他是无形无相。是。无形的是看不到的。啊，看不到。他没有这个形象在的，不过以我们的这个思想里面，在我们的心里，真正有一个至高无上、至高无上的一个真主在，在帮助我们。这个《古兰经》呢，其实它虽然是阿拉伯语的，不过它有翻译。那个我们讲这个《古兰经》呢，里面讲的话呢，就是你讲的那个真主呢，他所告诉我们人类的这个话。对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啦。对对，明白，很好很好，我将。既然有接触到他们这些朋友，那么他送给我，我也是很乐意、很开心的接受。OK， 谢谢。OK， 谢谢。那么感谢。